谢谢啊，董事长电话。啊，爸，你忙什么呢？我在办公室呢，还没下班呢，我过去看看你啊。啊？好好，那我们一会儿见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得赶在我爸之前到公司。 大概多久能到？半小时左右。半小时来得及吗？走近路来得及。哎，我今天练怎么样？对方在身形和体重上占有明显优势，你应该尽快放弃打击策略，转为地面战。你后面的策略是对的，但是你的脚技还是不够成熟，让他轻易就挣脱了。你跟我爸多长时间了？到年底9年了。 这么长时间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好好跟着他，跑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也不想，但是董事长自有他的用意。其实他经常提起你，无非是说他这个儿子烂泥扶不上墙呗。你想太多了，董事长当着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好，你可以不信，但是他真的很关心你。啊，对了，反正呢，以后你要是跟着我呢。
我正按照你的要求查看这个关于二线城市连锁店面的一些情况。那，你忙吧。过来看看你，坐一坐。嗯。 说实话，我还有多长时间？这个我不敢断言，多则一两年，少则一两个月。总之，一定要先停预约。我的建议是，不妨放下工作，带着夫人去世界各地走一走，这样或许会有帮助。 吃的不开心啊？可能是我年纪大了，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孤独。有句话叫“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”。爸爸时常自省，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做错了一些事情，所以。 老天在惩罚我，让我在人生剩下的归途中显得那么的形单影只。你妈成天酗酒，你姐对我是越来越客气，你根本就不着家，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躲着我，家冷得像个冰窖。 我总会想起你小时候。那时候，我工作时常回来的很晚，可是你呢，总是偷偷的跑到我房间里来，摸摸我的头，摸摸我的手，总是担心我是不是发烧了。太好玩了，你知道你多可爱，你个臭小子。 没事吧？总是没有时间陪你，总是忙着赚钱，忙着应酬，也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了，儿子。欧阳啊，只是希望你啊，别到处乱跑了。 留在家里，留在公司里，有什么事儿，能过来跟我说一说，哪怕没什么事儿，只是陪我坐一坐，喝喝茶，发发呆，都行。我以后能指望的人，只有你，只有你呀，小子。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儿，总是跟你对着干。以后我不乱跑，公司的事儿呢，我也会学着去做的，好不好？行了，你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别太晚，嗯，哎。
爸，